炎亚纶素颜低调现身，风景印花白 T 搭短裤，私服穿搭果然帅。谈到炎亚纶，曾作为飞轮海成员正式出道的他，简直是一路星光璀璨。后来他又出演了非常火热的恶作剧之吻、终极一班等校园剧，名气更是大热。除了攻气十足的痞帅长相，炎亚纶的私服穿搭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。近日，许久未曾出现在大众眼前的炎亚纶，素颜低调现身，风景印花白 T 恤搭短裤，简直是私服最会传达的男明星。除了霸气总裁风，炎亚纶也是一名妥妥的颜系少年。在跨年写真中，炎亚纶身穿一件呈蓝条纹的衬衫，外搭深绿色的宽松套头毛衣，在下身则选择了金属感十足的金色休闲裤，加上白色运动鞋的助攻，真的非常有日系的暖男风格，给人一种阳光又活力的感觉。